劝人间客，是一众生与爱难求，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，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处理的悲心梦蝶梦秋水，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需百转千回，浮华开往年岁，惹菩提潸然地饭菜不合胃口。这九百年，你是否得偿所愿？虽是大功告成，但是岁月悠悠，尽了难耐，那份真心，那副容颜，再也未能出现。欢庆，一别经年，我来看你了，为求真相得罪了。仙灵一时，你果然不是战死的。异状频发，众仙官甚是担忧，纷纷上奏，所以今日无不得已把汝请来一叙。上一次钟声响彻九重天，乃是仙魔大战得胜归来之时，应缘何德何能，让钟声再次为我而鸣，还请帝尊明示。吾用九道天中封闭天门，皆因
这九重天只剩你一位帝君，整个天界无人可以抗衡。若不如此，众仙官怎敢仗义直言？此皆是为了天界安危，不用介怀。应渊君镇守天界数万年，向来是无被楷模，可归位以来不知何故心性大变。我统领天兵，应渊君未曾有一次过问天界房屋，只见你屡屡下凡，留恋人间。我还以为应渊君犯了多大的罪过呢，不就是到下界逛了几遭吗？可笑！我想问一下在场的众位仙官，哪个没在闲暇之时到下界逛上一逛，走上一遭啊？太幽方才进位，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应渊君，无忌的你从前从不无故下界。帝尊，你让我养伤为由卸了我的差事。天庭守卫并非我管辖之事，如何知会？之前历难时，我屡遭丧命之险，来者行事诡谲，欲毁三界和平，因此我去下界调查。何人敢大胆谋刺于你啊？应渊，应渊，天界近日并无要事发生，突然敲钟，九重天门尽数关闭，上神亦无法出入，难道真的和应渊有关？可万一不是，白日外出被人识破我伪装姐姐，反倒惹来麻烦。严丹，你果然在这儿，帝君被帝尊召去了，大批的天兵围住了凌霄殿。我听太幽星君的进士说，帝尊要对帝君发难。帝君的安危关乎三界的安定，下界时也会有人暗中保护。谁知天兵所见，你下界并没有查案，而是私会妖女。应渊君，你守护的是三界还是私情？帝尊，这是何意啊？应渊，你可知罪？若帝尊指的是芷溪的话，我不知罪从何起。帝尊，帝君。是芷溪行事不周，近几日我在帮帝君修补法器，因为太过心急，所以几次出入衍虚天宫，不仅令帝君被太幽星君误会，而且还得罪了帝君身边的近士。帝君犯错与常人无异，我身为近士也不可包庇，我亲眼所见，帝君将他，你是想指证我与帝君犯了情戒？青云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我的志向是成为高阶的掌事女仙，并不会和你抢做仙士的。你又何苦把我骗到此处来？你阴度备注，你所说的话不足为信。且不说芷溪仙子向来性子拘谨，一心修炼。我记得当年帝君复明归来，帝尊就曾以断情线试炼，证明了二人并无私情。不错，
应渊君与芷溪确无私情。帝尊英明。他不是芷溪，是转容诀。不错，与应渊有情的始终都是昔日的衍虚天宫的仙士，今日野懒小妖严淡。帝尊，我此次上天界皆是因为我的好友陆明失踪一事，与应渊还有芷溪毫无关系。若帝尊要责罚的话，我愿一人承担。应渊，此等伎俩瞒不过吾，难道能瞒得过你吗？你在下界历难之时就曾与此妖女有所纠葛，吾并未在意。现在九重天对有情之人不再苛责，但你明知他是严淡，却称他为芷溪，诓骗诛仙家，真的是甚是无望啊。应渊，吾可以容你生情，但你不能对此妖女有情，你可敢一言？断情线未断，堂堂帝君竟真的爱上了下界妖女，哼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！沉香，并未成仙，对吗？我确实对严淡有情，九百年前为情罚自成，纵然如此，情根依然不灭。如今我愿再受情罚，但此情坦荡，无害三界，哪怕帝尊不封天门，我也会如实相告。我就说你对他那么好啊，应渊君，你很有种啊。也罢，天规已改，看在你主动承认的份上，吾可以给你一个选择。你若愿意放弃仙籍，辞去帝君之位，你就跟他下界做一对平凡夫妻吧。谢帝尊，若是他愿意，我定会相陪，但不是现在，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。世事难两全，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仙籍，便要受到刑罚。此妖女已经失去仙籍，以妖女的身份蛊惑帝君，理当处死。有我在，没人可以动她。曾有人向吾检举，你在历难之时曾假意身故，意欲欺瞒天界，跟此妖女双宿双飞。之前吾还不信，如今看来，此言非虚啊。当时帮助帝君假死，欺骗天界的仙官，是同我一同服侍帝尊的陆明。奇怪的是，陆明在帝君归位之后便失踪了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二人是否为了隐瞒真相，害死了陆明？帝尊，我想陆明之死，
您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而如今您却在这里贼喊捉贼。大胆，竟敢污蔑帝尊。暗中查探的这段时间，无论多少证据指向你，我都在想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，可直到今天容不得我再自欺。陆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如今的确已经仙逝，可是到底是为谁所害，口说无凭。这是他生前用记忆凝成的鲛珠泪。帝尊，您找我？为事者，收心纳言，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啊！凭这个画面，不足以说明真凶到底是谁。可是陆明在死前给我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便是九曜连珠。没错，九曜连珠乃是万年一遇的奇异天象，以此可练修罗邪术乾坤引，功成便不用再修行，可直接吸取他人仙力。这片龙鳞来自上古彝族九旗，此乃天下至坚之物，而唯有乾坤引可以使其脆化。北冥仙君仙逝后，仙灵不知所踪，而后有人将这片龙鳞放到了仙棺里，随后龙鳞破碎。由此可证，北冥仙君便是由乾坤引所害。上一次九曜连珠恰逢仙魔大战，祭阵仙灵则需与修炼乾坤引者仙力相当，三位帝君、北冥仙君、祭都星君尽皆殒命，与他们仙力相当者除我之外只有一人。金蝉翼是修炼乾坤引的最佳法器，三翼乌在创世之战时曾投靠过修罗族，彼时帝尊将其灭族，此后金蝉翼便不知所踪。此物帝君是从何处寻来的？天之角不兴亭，直到昨日他还静静躺在观星石木上为主人吸收灵力。我想当年就是祭都星君发现了此物，才会在大战中被杀人灭口。天帝，你可认罪？夺法器，修邪术，挑起仙魔大战，残害同僚无数，若此番指控为实，你到底是天帝还是邪神？应渊，应渊帝君，我一再相让于你，而你呢，颠倒黑白，恩将仇报，居然用一个如此子虚乌有的画面来编造如此荒谬的故事。是不是故事，争辩无益。我这里还有最后一片九旗龙鳞，帝尊，你可敢将它握在手中？若你从未修习过乾坤引，此物可证清白。你是九重天唯一的帝君了，吾向来器重于你，你以为今日大张旗鼓地召你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盐蛋吗？吾之所以用刑罚来敲打你，皆因不愿你做的那些丑事公之于众，蒙羞帝君之位。
但是真没想到，你为情所误，鬼迷心窍。好，好得很。既如此，今日之事就做一个了结。带进来。陶姐姐不对劲，看来柳维阳已经落到了天地之手。陶子期，你不是在仙魔大战之中死了吗？众卿看得没错，他正是陶子期。陶子期，你为何死而复生？与众仙说说。当年仙魔大战，我受命赴魔族，劝邪神止战，不料竟意外撞见应渊，与邪神私会。应渊意图谋篡天地之位，早与魔族联手，利用仙魔大战，重挫支持帝尊的帝君与仙君们。我因此被应渊灭口，于生死场沉浮多年。后被帝尊救出，才得知当年三位帝君以性命为代价，杀死邪神，阻止了应渊的阴谋。原来，帝尊说要认真调查，乃是认真去抓人为止，编造假供了。难道仙魔大战是帝？应渊君挑起的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仙魔大战之中，应渊君几度九死一生，本帅是亲眼所见。三帝君尽数牺牲，只有应渊一人以中毒之名提前离开战场，但这毒这么快就被撼淡之心给治愈了。众仙，你们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撼淡之心在我体内，救不救帝君皆凭我意。况且若要做局的话，怎么会有人将自己的生死大事放在一个外人之手呢？哼，兵者诡道也，下策伐谋，上策攻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之前你在北冥仙君处当差，为何在仙魔大战前夕被应渊调去了偃虚天宫？陶子期突然现身，身份存疑，空口无凭，不足为信。天帝，你只需手握九旗龙鳞一验，便可洗清指控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？哼，谁知道你有没有对龙鳞做什么手脚？帝尊何必受此折辱？应渊，吾警告仙官陆明，皆因其知道天界的一桩陈年秘事，吾本应永远隐瞒，真没想到吾一心想保护之人，竟编造如此谎言来构陷于吾。唯有修罗族人眉心长有黑纹图腾，应渊，没想到你是修罗族余孽。有叶公，永叶公，老元帅，你参加过上古之战，自然认得此邪法。应渊不是修罗族普通的后代，他乃是修罗尊主玄烨之子。玄烨杀人如麻，用乾坤引屠戮他族，方才应渊提及此术。哼，果然是一脉相传呐。你曾说我父母是两族无名之辈，
今日又改口，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往日我怕你被身世所累，望你一心向善才有所隐瞒，但是吾万万没想到你偷偷取出了刃魂剑，偷袭永夜宫，这是要步你父亲后尘吗？当日应渊帝君自服神术，本欲自戕，是我不忍上前阻止，这才破坏了压制修罗的封印。刃魂剑飞出，之所以能被应渊君收服，皆是因为应渊君仙力非凡。是真是假，老元帅不会不知吧？唯有玄烨之子方可修习永夜宫，而刃魂剑是玄烨的佩剑，除了玄烨之子，谁能让他重新认主俯首称臣？可惜了你这身血脉，竟自甘与凡夫俗死为伍。无论身世真假，修罗族的血债应渊君丝毫没有助力，反倒是在创世之战当中大义灭亲，亲手除恶。正因此功，天帝才亲封应渊为青离帝君。这数万年间，应渊君守护着苍生，是真是假，诸位皆有心有眼，难道还看不清楚吗？我相信应渊君，就算他是玄烨之子，那又如何？他又没干过一件恶事。是啊，谁能选择自己的血脉呢？我亦相信帝君。吾曾经也以为可以教化他，成为天界的栋梁，可没想到应渊生性本恶，为篡天地之位，居然妄想修罗族卷土重来，还勾结魔族残害同僚。创世之战失败后，他又心生一计，今日他编造出如此荒谬的故事来陷害吾。之所以应渊如此胆大妄为，是因为你知道吾待你如己出，不会对你赶尽杀绝的，对吗？帝尊昔日的维护照拂，应渊一日都不敢忘。此有您就教导我，身负罪孽之刑，当以身相赎。刚能提剑，我便奔赴战场。从那时起，天下苍生便是我的责任，更是我的愿望。这万年来天规教条我尽守之，天下为重，其余皆轻。在没有遇到严丹之前，这世上没有应渊，只有帝君。若非我查到实证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教我守护天下的帝尊，竟会有如此不堪的一面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，九秦龙鳞和金蝉翼都是乾坤引存在的铁证。应渊，别以为你巧舌如簧就可以掩盖污蔑帝尊的事实。果然是擅长伪装，九旗三翼乌皆已灭族，你所编造之罪证简直是荒谬至极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吾只有彻底揭破你的假面。陶子期，你刚才所言可有遗漏？我复生之后，自夜望川返还人间，竟发现邪神玄香尚在人世。你说什么？邪神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攸关三界，不敢说谎。
仙魔大战中，邪神身受重伤，躲进了凡界的朱翠山。我发现之后，本想要立刻返回天庭报信，不想却看见了应渊君。应渊以下凡历难为名，千难万苦找到邪神，并助其恢复力量。二人早已联手，随时会掀起第二次仙魔大战。邪神当真还活着？那他此刻在何处？本帅即刻带兵去杀了他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恐怕只有应渊君能回答你了。应渊君，本帅相信你和魔族无关，但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此邪神非彼邪神，挑起大战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魔族长老硕华以傀儡术顶替的。颠倒黑白，莫不如是。钟卿，正所谓孤证不立，陶子器所言还有人证。小仙是朱翠山土地，领旨上天参见帝尊。土地，可见过此二人？见过，他二人想方设法想要盗取我朱翠山的县志，且再三向小仙打探仙魔大战跟邪神的细节，小仙不从，他们便威逼小仙呢。藏书阁夜间守卫近日来报，帝君常在深夜无人时出入藏书阁，帝君走后，记载着仙魔大战的珍贵史籍就此消失无踪。我可以作证，近日帝君不是频繁外出，便是和严旦在演虚天宫密谋，我还亲眼看到他们行苟且之事。青云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好你个应渊，蛰伏九百年只为了找回邪神，一回来就急于销毁罪证，把脏水泼给帝尊。修罗族果然不可信，杀了他，为死去的同僚报仇。帝君应渊身为修罗族余孽，得天庭收留，委以重任，但其不改狼子野心，结魔族挑大战，杀同僚，为一己私欲，罔顾天下苍生，九重天再容不得此人。吾宣布将应渊押至天行台，处以怨刃之刑。不可，此事还没完全查明，不能草率定罪。我和应渊君共事多年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是不会相信应渊君会残害同僚的。火德月瑶，证据当前，数度为逆贼辩解，难道你二人是他的同党吗？哎，我好了，念你二人被他蒙蔽多年，先革去先职，闭门思过去吧。哼，若还有谁要为应渊求情，可以与他一起共赴天行台受怨刃之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今日我便要验个明白。应渊，住手！别管我，快使龙鳞。应渊，别管我了，我们汉代没有那么娇贵。我听闻怨灵化刃自九幽而降，可以斩仙骨削仙肉诛帝君，这刑你不能受，快走啊。我不能看着他们伤你。应渊，
吴亦臣十万天兵于凌霄殿外，你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若你还执迷不悟，屠戮先族，我现在就将你心爱之人处死，以偿你滔天罪行。别管我，走。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没事的。闭上眼睛，感受你手心的温度，才发现泪已止不住，缠绕发丝解不开你悲伤满目，再续一世情深不复。相思的白月光照故人心里伤，怎能让花发醉意料出招，金龟徒留恋处放慢一些脚步啊，回眸骗人的凝望，那一刻的慌张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。花发醉意料出妆，金龟徒留恋处放慢